迎体验愿景馆 VR， 接下来将会让您前往未来铁路高架化后的世界，您可于虚拟环境中抢先体验未来嘉义车站、嘉北车站与北回归线站的全新样貌。您可以使用漫游散步或火箭飞行两种方式体验畅游，亦可搭乘虚拟火车旅行，并在各站游玩 3D 拼图游戏，了解各车站的历史文化。请就坐于体验区域中间的座椅，工作人员会为您戴上头盔，有佩戴眼镜的朋友可先将眼镜放入头盔中，头盔戴好后，工作人员会给您双手的手把，漫游散步，轻触手把上的圆盘，并在原地如行走般摆动双手，按压手把侧键可开启游戏导航，在游戏导航左右箭头扣一下手把扳机，即可切换导航目的地。选择好目的地后，就依照圆球内的箭头方向前进吧。按压手把上的圆盘可切换成火箭飞行，切换后会在画面中看到双手手把变成火箭，手把指向的方向是飞行方向，长按扳机就可以启动火箭在空中飞行。搭乘虚拟火车旅行，像平常搭火车一样前往车站月台，进入搭乘火车旅行的传送点，再扣下手把扳机一下，就会自动开始火车旅行，带着您前往目的地咯。旅途中您将会看到车厢中的景象，也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。 3D 拼图游戏，依照游戏导航找到拼图宝箱，在宝箱旁触碰开关并扣下扳机一下，即可启动 3D 拼图游戏。长按扳机可操作分散的拼图，拼图完成的同时会出现所在车站的相关历史介绍。谢谢观看。